你是圣洁尊贵，满有荣光，来高歌赞美你的救赎大能。十字架上流着那牺牲的宝血，耶稣降世为人，赦罪洁净让我重生。复活的主彰显永生盼望，我已同钉这十架活着，不再是旧日的我。让每颗心专一地朝见你，耶稣永活真神，你是圣洁尊贵，满有荣光，来高歌赞美你的救赎大能。十字架上流着那牺牲的宝血，耶稣降世为人，这罪洁净让我重生。复活的主彰显永生盼望，我已同钉这十架活着，不再是旧日的我。亲爱主，我哋感谢你，感谢你复活嘅盼望，俾我哋有新嘅希望。主啊，因为你喺十字架上成就嘅救恩，使到我哋能够有从你而嚟嘅力量，过一个新嘅生命。主，我哋唔再系旧日嘅我，而系有一个新造嘅我。主，我哋喺新造嘅我入边，我哋睇到圣灵你自己嘅动工，叫我哋每一日每一刻有不断不断嘅更新。无论这个更新是大是小，是看到或者是看不到，我们深信因为你的缘故，就是因为你复活的缘故，我们的生命都可以有新的盼望，有复活的生命。所以我们多谢你，赞美你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复活有得胜的名，阿们。诗篇第九十一篇九节，耶和华是我的避难所，你已将至高者当你的居所，祸患必不临到你，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棚，因他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你，他们用手托着你，免得你的脚陷碰倒在石头上。你要踩在狮子和毁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狮子和大蛇。神说，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，
他若求告我，我就应允他。他在急难中，我要与他同在，我要搭救他，使他尊贵，我要使他祝享长寿，将我的救恩显明给他。天父阿爸，我们的主耶和华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你就是那个拯救，亦都是我们避难所的主。在你的里面，我们必得安稳。天父上帝，你爱我们每一个，你保护我们，与我们同行，以致我们虽然经过患难，但是这些的祸患必不临到我们，灾害亦都不能够夺取我们在你里面的平安。天父上帝，我们要感谢你，赞美你，你不单止时刻的看顾住我们，你亦都沿路的保护我们，你用你右手去托住我们，以致我们不会失脚跌倒，甚至是有能力在敌人的面前能够高举主耶和华你的声旗。你让我们踩在狮子毁蛇的身上，践踏少壮的狮子和大蛇，一切的恶人恶事必不能够在我们面前逞强。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就是高高在天的主耶和华，你亦都安置我们在高处，你应允我们，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在各种的急难里面，你要释放我们，拯救我们。主，我们就赞美你，感谢你，我们要一生一世的爱你，跟随你。我们这样敬拜祷告，是奉主耶和华之名而求，阿们。约伯记八章一节，苏亚人比拿达回答约伯话：你这样啰嗦到几时呢？你的话就好像阵阵狂风，上帝怎会歪曲正义？全能者怎会颠倒是非？如果你的儿女得罪了他，他会给他们应有的惩罚。但若果你寻求上帝，向全能者恳求，你若果纯洁正直，他必起身相助，恢复你应有的家园。你未起初虽然卑微，日后一定会兴旺发达。你要请教前辈，探究祖先的经验，因为我们就好像昨日才出世，一无所知。我们在世的日子如同掠影，前辈必定给你教诲和指点，向你讲出明智之言。蒲草无泥岂可长高，芦苇无水岂可茂盛。他们还在生长紧，都未割下来，已经被百草先枯萎。忘记了上帝的人，结局亦都会是这样。不信上帝的人，盼望最终都会破灭。他所仰仗的虚弱有失，他所依靠的就好像蜘蛛网，他依靠他，他却支撑不住，他捉紧他，他却支离破碎。他就好像阳光下生机勃勃的植物，枝条爬满了圆幼，根茎盘绕石堆，深深扎入石缝。一旦他被连根拔起，原处一定否认见过他，他的生命就这样消逝，地上会兴起其他人。上帝决不会抛弃纯全的人，亦都不会扶持邪恶的人。他要使你笑口常开，欢声不断，憎恨你的人必抱愧蒙羞，恶人的帐篷必不复存在。约伯回答话：没错，我知道你的所言不虚，但是人又怎能够在上帝面前算为义人？人如果想跟他来辩驳，千次都不会赢一次。他是充满智慧，能力无比，谁能够抗拒他，还可以平安无恙啊？
佢可以卒然移动群山，喺怒气之中将山翻倒。佢震动大地，使其挪位，以致佢嘅支柱摇撼。佢一声令下，太阳就唔再升起，众星亦都唔再发光。佢独自铺设穹苍，步行喺海浪之上。佢创造咗北斗星、参星、卯星同埋蓝天嘅星座。佢行嘅奇事不可测度，奇迹不可胜数。佢经过我身旁，我但系睇唔见。佢从旁边掠过，我亦都无法察觉。佢若果夺取，边个能够阻挡？边个敢问佢你做乜嘢？上帝唔会引怒唔发，海怪嘅帮手必然屈膝喺佢嘅脚前。因此，我点敢同佢辩驳？点敢措辞同佢理论？我纵然系无辜，亦都系无法申诉，只能够乞求我嘅审判者施恩。即使我呼唤佢嘅时候，佢回应我，我仍然唔相信佢会垂听我嘅声音。佢用暴风摧毁我，无故咁样使到我饱受创伤。佢唔肯俾我喘息，佢使我尝尽苦头。如果论力量，佢系甚大。若果是上公堂，哪个敢传他？即使我是清白无辜，我的口都会认罪；即使我是纯全无过，他也都判我有罪。我虽然纯全无过，也都已经毫不在乎。我厌恶我的生命，因为我认为都是一样，纯全无过的人和恶人都会被他毁灭。灾祸突然夺走了人命的时候，他就嘲笑无辜者的遭遇。大地落入了恶人的手中，蒙蔽审判官的眼睛，不是他是哪个？我的年日比信差还要快，匆匆而过，不见幸福。我的岁月疾驰如快船，快如急降爪食的老鹰。即使我说要忘掉怨恨，抛开愁容，强颜欢笑，诸多的患难仍然使到我惧怕。我知道他不会承认我是无辜的。既然我被定为有罪，又何必徒然挣扎呢？即使我是用雪水净身，用碱水洗手，他仍然会将我丢入乌坑里面，连我的衣服他都嫌弃我。他并非我的同类，我无法同他争辩，一起对簿公堂。我们两个中间根本就没有仲裁者，没有人为我们断定是非。如果能够拎开他砸打我的形象，使到我不再受他的惊吓，我就会放胆发言，不用对他心存恐惧。但是我现在我就不能够这样做。我厌恶我自己的生命，我要倾诉我的哀怨，吐露心中的苦水。我对上帝这样说，不要定我的罪，请你告诉我，你为什么指控我？难道你喜悦压迫鄙视你做的人，但是却称来恶人的计谋？难道你的眼是肉眼，目光就好像凡人这样那么短浅？难道你的年日有限，岁月就好像世人这样那么短暂，以致到你探查我的过犯，追究我的罪嫌？其实你知道我是没有犯罪，没有人能够在你手中解救我。你亲手造我、塑我，现在却是要毁灭我。不要忘记你是用泥做我，难道要使到我复归尘土？你将我好像那一样倒出，使到我好像雨落一样凝固。你给我穿上皮肉，用筋骨将我编就。你赐给我生命，又给我慈爱，你的眷顾使到我保存性命。但是你心中藏住计划，
我知道你早有此意，我若果犯罪，你就监察，不肯赦免我的罪。我若果有罪，就遭祸患，即使清白，亦都不敢抬头，因为我饱尝羞辱，吃尽苦头。我如果昂首挺立，你就会好像狮子一样来追捕我，再次施展大能来攻击我。你一再派证人来指控我，你对我越来越愤怒，使军队轮流来攻击我。你点解俾我出武福？我不如当时就死去，冇人会睇我，好似我从未出世一样。一出武福就被送到坟墓里边。我嘅年日唔多，求你放过我，俾我欢乐片刻。我好快就一去不返，进入幽冥黑暗嘅地方。嗰度一片漆黑，幽暗混乱，嗰度嘅光昏暗不明。拿马人所发回答话：唔通滔滔不绝嘅人就冇人去反驳啊？唔通啰啰嗦嗦就证明有理咩？你喋喋不休，人哋岂能缄默不言？你嘲笑讥讽，岂不该有人使你羞愧咩？你自以为信仰纯全，在上帝眼里面清白，唯愿上帝发言开口驳斥你，话俾你听智慧的奥秘，因为真智慧是深奥难懂。要知道上帝对你的惩罚比你该受的重轻啊。你能够测度上帝的深奥吗？探索全能者的极限吗？那个可以比诸天更高，你能够做什么？那个比阴间还要深的，你能够知道什么？你可以比那个大地更宽广的，比海洋更辽阔的。他若果来到囚禁你，开庭审判，哪个可以阻拦？他洞悉了诡诈的人，看见罪恶，岂不会理会啊？愚蠢的人若果能够变得聪明，野驴区亦都可以成为人样啊。你若果把心安静，向他举手祷告，你若果除去自己的罪恶，不被帐篷里面有任何不义，就必能够无愧地抬起脸，站立得稳，无所畏惧。你必定忘记自己的苦楚，它从你记忆中好像水一样逝去，你的人生将比正午还要光明，生命中的黑暗亦都会好像黎明。你必充满盼望，感到安稳，你亦都必得到保护，安然入睡。你睡觉的时候没人惊扰，很多人必求你施恩，但恶人必眼目失明，无路可逃，他们的指望只有死亡。亲爱主，我们今天见到约伯和他的朋友所法之间的对话。所法讲到神岂能偏离公平，全能者岂能够偏离公义。没错，神啊，你是有一切的公平、公正、公义，所有的都是在你的 手中，因为你是掌权的上帝。上帝亦都会去审问那些是远离你，那些是不相信你、拒绝你的，你都必定有你的刑罚，你都临在，你都发生。但是上帝你亦都同时间是可以超越人所想的公平、公正，人所理解的公义。因为上帝你让义人好像约伯去经历到很多的不公平的对待，在人的眼中他自己知道自己是没有远离你，没有离弃你，他却是信服你，所以他在神你的面前，他亦都是向你去寻求神你自己的意思，让他明白是什么原因导致到他受的苦。他知道自己是清白的，但是仍然会受害。他亦都是在这个过程里面，心里面产生了对你的愤怒。神啊，我们
见到约伯的身上，我们明白他一种的感受。他知道自己没有犯错，但是会有这样的遭遇。但是在神你的眼中，你却是容许，你却是容许这些不公义的事情发生。不单单在约伯的身上，就算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，他是完全纯正，完全没有罪恶。但是因为为到世人的缘故，你情愿让你的独生爱子承受一切的痛楚、痛悲，好叫义人受苦，让更多让全世界的罪人因为这个义人受苦的缘故可以得称为义。主啊，今日我们为到弟兄姊妹祷告，我们可能落在不同的境况，有些境况我们都是不明白的，为什么我们会面对会经历一些的患难，一些的困难。主，我们都是问心无愧，但是神你却是容许，你是愿意这些事情发生。主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不要放弃等候你，我们要在指望里面去等候你，因为患难是能够建立我们的生命，患难能够叫我们有忍耐。主，就求你赦免我们有跌倒有软弱的时候，求你扶持我们，祈祷奉耶稣基督复活又得胜的名求，阿门。哥林多前书15章第1节，弟兄姊妹，我希望你们记住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，就是你们曾经领受向来坚持的福音。你们如果持守我传给你们的，就必会因着这个福音而得救，除非你们没有真正的相信。我所领受了又传给你们的最重要的信息，就是基督照圣经的记载为我们的罪的缘故死了，然后就被埋葬，又照圣经的记载在第三日复活了。他并且曾经向彼得显现，又向12个使徒显现，后来有一次还向500多位的弟兄姊妹显现，之中有很多个人现在都仍然是健在，也有一些已经是安息了。之后他又向雅各显现，又向众使徒显现，最后竟然都向我这个好像未曾按产期出世的人显现。在众使徒里面，我是最微不足道，根本不配称得为使徒，因为我曾经迫害上帝的教会，但是靠着上帝的恩典，我成为了今日的我。他赐给我的恩典是没有枉费的，我比其他的人更加卖力，不过我不是靠自己，而是上帝的恩典与我同在。无论是我传，亦或是其他的使徒传，我们怎样传，你们亦都是怎样相信了。既然我们一直都在传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为什么你们当中还有一些人否定死人复活的事呢？如果是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基督就没有复活了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我们所传的就是虚空，你们所信的亦都是虚空。而且我就是为上帝做这个假见证，因为我们见证上帝已经使基督复活了。如果没有死人复活的事，上帝也都没有叫基督复活。如果人死不会复活，基督也都是没有复活。如果基督没有复活，你们的信仰就是虚空，你们依旧是沉沦在罪的当中，那些在基督里面安息了的人也都会灭亡。如果我们对基督的盼望只是在今世，我们就是世界上高最可怜的人。但是基督已经是从死里复活，他是死人之中第一个复活的。既然死亡的来到是藉着一个人，复活的来到也都是藉着一个人。因为正如亚当里面众人都死了，同样在基督里面众人都要复活。然而个人要按着先后次序，基督是最先复活，
以后他会再来，属他的人亦都要复活。在最后末日的来临，那时候基督会废除了一切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力的，将这个国度交给父上帝。因为基督必要执掌王权，直到上帝将所有的仇敌都放在他的脚下。他最后要毁灭的仇敌就是死亡，因为圣经上高这样说，上帝使万物降服在他的脚下。当然这里讲的万物都降服他，不包括使到万物降服他的上帝。到了万物都归服基督以后，圣子基督也都要归服那位使到万物归服他的上帝，使上帝做万物的主宰。亲爱主耶稣，我们要感谢你，你不单止是那个义人为我们受苦，你亦都是那个最先复活，以后亦都要再回来使其他人复活的主。在末日来临的时候，主耶稣，你将会废除这个地上一切的恶的权势，无论是执政的、掌权的、有能力的，所有的国度都要伏在父上帝的脚下。主耶稣，你必定执掌王权，你必定去释放我们这些仍然在这个今世有劳苦的人，所以我们能够有盼望，我们能够继续靠着你的恩典去在这个世上为你过活，为你做见证。主啊，我们靠着你的恩典能够成为今日的我们，完完全全是因为你自己的恩典。主啊，我们愿意学习保罗，能够更加的在福音的事上面更加卖力，我们不去靠自己，乃是单单靠上帝你的恩典，以致我们能够有喜乐的去活出这个复活的盼望。主啊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你这个复活的盼望，我们有不同的眼界去看这个世界所发生的事，去经历在我们身上所经历的患难。我们多谢你，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箴言21:28-29，作假见证的必灭亡，唯有听真情而言的，其言长存。恶人面无羞耻，正直人行事坚定。亲爱主，我们为到一个礼拜开始，为到弟兄姊妹，我们听到箴言的说话，求你都将你的话藏在我们的心里面，让我们心里面所做的，我们不会去作假见证，我们亦都反而要去认真来到去聆听。神啊，求你带领我们在地上去作正直的人，求你扶持我们，我们知道我们有不足有软弱，但是圣灵你来到去加力给我们，就求你让我们有这个渴慕的心去成为正直和坚定行你心意的人。主啊，就求你引领弟兄姊妹加力给我们，给我们有从你而来那种的确据。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复活有得胜的名，阿们。8月23日灵修思考问题，哥林多前书15:21-22，死既是因一人而来，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，当众人都死了，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。因为亚当，世人在没有选择之下必定要死亡，但是因为基督，人有选择不死而复活。今日你知道并且相信在基督里面的复活有今生和永恒的意义吗？复活的盼望对你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有什么影响和改变呢？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
今天是一个星期的第一天开始，你就预备了很丰富的话语提醒我们，给力量我们，叫我们的眼目聚焦在你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所受的苦，并且最主要的赐给我们一个盼望，就是主你的复活，将来我们可以在天上面与你相聚。纵然约伯他遇到很多的苦难，他都很直言的在你的面前来到去将他的感受向你陈明。神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知道什么原因，但我们是不知道。很多时候我们会遇到很多不明白的事情，真的会在你的面前会诉说我们的苦水，但你听我们，你接纳我们的软弱，你亦会扶持我们。主啊，我们多谢赞美你，我们好像现在在这个疫情的里面，在政局不稳的里面，世界都很动荡很乱，可能有很多人在你的面前都会沉迷很多心里面的苦水，或者愤怒，或者不明白，但知道神你是公义的神，你是会将来是会一一给我们知道，并且你亦是一个信实的神，你给我们是有盼望。地上面很多的事都是过去，我们不需要执着，将来我们最重要是紧握住主耶稣的手，往天父你那里直奔去你那里。Amen. 无论地上面有什么事情发生，没有神许可都不会发生，有许可都是我们能力承担得来的。神，你会用你的手托住我们，叫我们不要害怕，只要相信，坚定的跟随你。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不配的祷告奉赖我主耶稣基督得胜又复活的名而求。阿门，阿门，阿门，好。